飞机在飞。回来。啊！你看，也发现蜂窝了，你看。哪里来蜂窝？那个头窝的蚂蚁窝了。蚂蚁窝。哎，不要放那边。好亮亮啊，小伟。放着。哦，你看飞机，飞机。这样这样这样，双手像行道的。好萌啊！啊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飞机？不要怕，有没有看到飞机？怕，它去哪里啊？哎，那红色的飞机。哎，你看。很痛啊！它的屁股是红的，我都看不到，红的。你视力太好了吗？它是这样捏。你看，这就看出来那个红色的。看到一个大的，爸爸。红爸爸。飞机怎么了？飞机怎么了？他飞走了怎么了？他不等你啊？享受大自然的孩子。